哎，丹尼斯，呵，乱，就你一看就看出他有点乱了。对，他有点着急，想表现自己啊。但问题是，他也不是风格呀。嘿，我说的，他已经这个赛季，这是他进的第22个三分了，就暂停了。多少篮板，多少助攻，这样我就是吧，还能接着工作。他有这种想法，不对手。哦，哎，没投，哎呦，这个位置，这等于是这个区域就不好了，哎，给了犯规，这球幸亏吹犯规，说手有下压动作吧，我觉得这球埃文斯传球送小范圣斗，有点着急啊，手不太稳，真快，我觉得玉真快，施德帅，再到底角，古泽玉，又是他，又是他。哇，詹姆斯，这化身罗德曼啊！这个实在不行，上利夫吧，对吧？五个篮板了，好球！看看利夫的三分，短了。利夫的最短板，哎，雷蒙捡一个，利夫好球！哎，这漂亮，对，这是他强项啊。对，外线一个没有，现在我觉得利夫再打一会儿，如果说效果不好的话，需要休息，应该会上了。嗯。哎呦，赖俊豪也进，好有信心啊！点扔了就赶上了，点不扔了正好在你传在你上篮。又大延误，大延误啊！挡拆外塔也进，大延误，这个球不能再大延误了。就比较专注一些事儿了。我的天，看这个传球啊，真的是！我的天，又是大延误，中线大延误，没办法，这个东西所有大延误都被天津轻松击穿。后卫嘛，说出来篮下打雷蒙啊，嗯。雷蒙，哎，后货，这什么球？好家伙，进两分，怎么跌跌撞撞的？看着啊，又被抢回去了。我觉得腿还是有点软的，他那腿吧，我觉得还是有点软，还是没能力。我觉得是有啊，能因为看个样子还是勾着赢了，就是传的不在点上或传的不到位置上。嚯，这力量！啊，对，你来了，这挡不了了。这个天津第三节双外援，对。可以使用双位元，对啊，你才发现。当你只有一个选择时，你会很坚定。我觉得是这个原因。对，你突然两个外援两个选择，你到底打谁？嗯，你就哎自我划成一条路，你就走下去吧。联防、啊，英培，联防，就是前场篮板嘛。啊，都回不去，对，回不去。嗯，因为投入很多精力，这就是前场篮球第一的付出的代价，是吧？还真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他这个攻转手真的是很多比他战绩差的队都不至如此，全冲篮板去了。对，公平吗？你让人看不起石德帅，你凭什么不给石德帅打掩护？小松，小松的三分，好球，回了一个。哎，北京队三分球慢慢复苏了，20中3，这球就不好说了。止血的三分，好球，穿透力的传球。终于忍不住了。延误这策略对罗切斯特来讲，罗切斯特效果能好啊？对，没什么大影响啊。哎呦，这个高抛还是低手还是左手？嗯、哎呦，这懵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进的。曾凡博怎么接不上球了？这一段我发现啊，按道理啊，连投进好几个，人给他创造机会。加手一手。就现在反正是十分球这么晃呢，给你得分的机会啊，多好！罚进一个，就得亏那个球赢了嘛。啊，最后输了就是。我是觉得张俊萌真信任王旭。哎呦，方硕哟，神仙球又来了，3:42，四分。这个在最慌乱的时候，张俊萌知道，我真挺佩服的啊。最后5分钟，他那个冰球式换人，刷刷刷刷，是吧？